八闽海鲜出霞浦，讨小海，捞海鲜，煎炒烹炸，尽显海鲜本色。山珍海味，虾蟹虫贝，海量吃法令你垂涎欲滴。敬请收看消费主张霞浦夜市。福建霞浦拥有着长达505公里的海岸线，以盛产海鲜而出名。这里仅鱼类就有700多种，滩涂生物200多种，是名副其实的海鲜美食天堂。每当夏夜降临，霞浦就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陈秀静在霞浦县文旅局工作，从小生活在霞浦的她对霞浦的美食颇有研究。今天秀静带我们来到的第一站就是霞浦三沙镇。杨老师，这里是三沙镇，跟海南的三沙市同名哦。哦，是的，三沙港啊也是全国的有名的五大渔港之一，所以呢海鲜的种类非常的多。那海鲜肯定很新鲜的。对，特别新鲜，因为呢一上岸就到这儿，所以呢都是一手的，都是大海鲜。位于福建霞浦三沙镇东北角的古镇港是著名的深水良港，港内风平浪静，可停泊数万吨位的轮船。这里的海鲜不仅鲜而且大。这个是马面鱼。哦，这个是马面鱼。对，长得像马一样。对、哦、那这个是深海的红带鱼。哦，我们叫红带鱼，我们常规的带鱼都是白的嘛。哦，那这个是红带鱼，都是深海的。那这个是海螺了，还是活的。哦，对，还是活的，还在呼吸。哦，对对，你看一动它就缩进去了。 然后这是东海的大白鲳。哦，白鲳。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深海的九节虾。哦，很野生的，你看一只手才这样，一只都有差不多半斤重，就是从船靠岸到我们的嘴里可能就1个小时就可以吃到了，所以它是第一手最原汁原味的海鲜。在霞浦，海鲜的制作多以清蒸白灼为主，最大限度体现了海鲜的本味。霞浦的小吃品种也有很多，闽南糊、鸡卷、九层糕、喜饼、炸鱼块、面茶糕、甜饺、鸭蛋糕、鱼丸都是霞浦的特色小吃。鸡卷也叫鸡脖子，外皮金黄，内心香嫩可口，更引起惟妙惟肖的鸡脖子形象，讨人喜欢。闽南糊在霞浦当地也叫下南糊，是一种类似于大杂烩的菜品。早期迁居来霞浦三沙镇的闽南渔民把这种烹调方法带到这里，所以把这种食品名为闽南糊。非常的鲜香软嫩。这里边又有山珍又有海味。说到霞浦海鲜，那就不得不提著名的泰康路大排档了。这里是每一位来霞浦的人的不二选择。这里聚集着超多海鲜排档，可以货比三家，不少店都是营业到凌晨的，啤酒、海鲜、烧烤尽情享受。这个我们霞浦的碎螺，还有这个鹿螺，这个就是锅背。哦，锅背是一种贝壳类的。贝壳类，这个礁石上才有，这个不然一般都是很少。这个是土鲤螺。八闽海鲜出霞浦，遍地的海鲜大排档证明了霞浦海鲜实力不容小觑。在霞浦的大排档，万物皆可葱油，将飘香的葱油淋到焯水或蒸煮过的海鲜上，葱油的香味并不会抢了海鲜的风头，却能带出它深层次的鲜味，加上一点鲜酱油或豉油，丰富海鲜的层次，不至于过分寡淡。葱油见蛏子、葱油小白鲳都是不错的选择。今天一只都是35块，一只35。对，但我看有大有小哦。但是现在这个大的还没有小的好吃。哦，我们霞浦人都是喜欢这按小的。三只小白鲳顶上一头羊，小白鲳别看它个头小，但营养极为丰富，是煮汤或刺身的好材料。霞浦本地人都喜欢用它拌酒炖。整只整只吃，
比较霸气的一种吃法。您看哈，我们喜欢吃小个儿的，比较嫩，对，比较嫩。哎，我也学到了。您看哈，一口一个哈。嗯，特别有嚼劲儿，一口一个，太霸气了。您看啊，吞下去了已经。对，它里面有这个囊汁，有点黑啊，但是特别鲜啊，对，非常鲜美。在霞浦，大黄鱼也是夜市餐桌上的一道不可缺少的美味。在我国，每10条大黄鱼中就有6条来自霞浦，所以在霞浦，黄鱼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通过煎、炒、烹、炸、溜、烩等传统烹调技艺，把大黄鱼的独特魅力全面展示出来，也将黄鱼不同部位的鲜嫩口感淋漓尽致地表达。起码有70-80种吧。哦，黄鱼做。对对，单单黄鱼的有70-80种做法。黄鱼不仅鱼肉鲜香，黄鱼的鱼籽做菜也是一绝。在这家大排档，红烧黄鱼籽是每桌食客必点的美味。鱼籽的甘香配上红烧的酱料，口味十分浓郁呀。杨老师，我们的海鲜有2大特点，一个呢是种类非常的多，另外一个呢是味道特别的鲜。所以呢，霞浦也被称作是千鲜之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天吃一种的话，换着花样啊，3年都可以不重样哦。近年来，霞浦县长春、三沙、西南、北壁等乡镇不少养殖户开始发展生蚝养殖产业。目前，霞浦县生蚝养殖规模约11万亩，生蚝养殖已成为霞浦又一新兴养殖产业，生蚝也成为霞浦夜市上一道绝佳的美味。这个黄鱼，还有这个活手，还有那个盐焗蛏。生蚝，还有生蚝，因为我们那边有海鲜嘛，这边确实口味比我们那边鲜。生蚝的块头又大，而且非常干净。你看3倍体直接可以生吃，作为刺身。大生蚝所以叫好，小点叫牡蛎。生蚝的做法在霞浦的夜市上有很多种，白灼、清蒸、生吃，但最常见和最美味的做法就是蒜蓉生蚝。这种做法最能激发出生蚝的鲜香。蒜蓉生蚝，这道是清蒸生蚝，这道呢是梭子蟹蒸年糕，这道呢是盐焗无笋鱼。特别今天要跟您推荐的就是咱们霞浦的这个生蚝。因为呢，我们霞浦的海域呢，它的海水呢盐咸淡适中，然后浮游生物多，然后。生蚝吃得饱的，所以它的肉质就肥美，回味甘甜。霞浦虾苗肉是用虾苗酱煮出来的，虾苗酱和宁德的 AI 酱、福鼎的带溜有点类似，很多人都好这口，说是本地人的下饭神菜也不为过，颇有些当地版老干妈的意思。对，它有点咸，浓郁的鲜虾的这么一种味道。这个灵魂就是它的这个虾苗酱。我们这个虾苗酱的制作啊，它是很讲究的。一般呢，就是每年小暑跟大暑这两个节气的前后1个月，就是制作我们这个虾苗酱最佳的一个时间。虾苗肉的做法并不复杂，首先选用新鲜的五花肉，煮至断生，洗净后切厚片备用。加热油，放入香叶、八角和特制的虾苗酱，不停地翻炒之后，加入切好的五花肉，倒入少许高汤、鱼露和白糖，大火烧开后，让虾酱的味道慢慢融入五花肉里。这时候火候的控制就是关键。待汤汁完全浓稠，虾苗肉装盘，浇上浓稠的虾苗汤汁，一道色香味浓的虾苗肉就做好了。您看这肥肉哈，完全不油腻，而且呢入口即化，这个瘦肉呢也非常的 Q 爽有嚼劲。海鲜大排档是霞浦夜市的最强代表，每家排档的大型冰柜里都会摆满各式各样的海鲜，从鱼到虾，从蟹到贝，应有尽有。那这个就是跳跳鱼啊？对，这个就长在滩涂里面的跳鱼，它还会爬树，还会斗殴，还会跳舞。是吗？对，还会飞。
跳跳鱼不光会跳是吧？对对呀、啊。但是我看它在里面是因为没有在滩涂上是吧？对。所以跳不起来。对对，在水里面，在我们缸里面是跳不了了，要在滩涂里面。跳跳鱼是霞浦闻名遐迩的滩涂小海鲜，它平时依靠发达的胸肌匍匐或跳跃于滩涂上，等退潮时在滩涂上觅食。跳跳鱼在霞浦人的餐桌上有很多种做法，因为它的活动量比较大，所以肉质很鲜美。这跳鱼的做法非常多了，比如来做炖，我们当地人来炖酒是吗？然后来豆腐来做汤，然后呢，醉的做法，醉的做法跟其他做法不一样的。然后拿到里面呢，用料酒，然后生姜末什么的，拿到里面给它醉了三五分钟。醉的做法，它首先要拿来醉，醉了里面把里面的泥水全部吐出来。霞浦的滩涂上除了明星跳跳鱼，鲟也是滩涂上的大明星。我们这个叫红鲟，是吗？叫红鲟，对，它的对比呢？它是母的，但是带黄了。对，这个红鲟就是青蟹。对，这个当地叫青蟹。对，当地我们叫红鲟，你们所叫的叫青蟹。对对。那还有菜鲟。菜鲟，它这个没有带膏的。它在吃。它这个没有带黄的。是吧？这个是青蟹。公的。这公的。这个是母的。这个是母的。那等于是母的叫红鲟。公的叫菜。为了助推夜经济活跃起来，让夜间消费场所多元化，消费业态多样化，霞浦当地一些金融机构也在群策群力想办法助推消费。为了刺激霞浦经济的发展，然后也那个进一步促进那个商户跟企业那快速恢复生产，所以我们游说一下，希望通过就是一些优惠活动给广大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然后那个延伸有温度的金融服务。在霞浦众多滩涂海鲜里，有着一种很特殊的味道，是很多挑嘴时刻必选的美食之一。海乌也是我们滩涂上的一种海鲜嘛，在很早以前很多人没有发现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到时候把它拿去钓鱼啊什么的，后面慢慢人都发现它的营养价值，现在食用这海乌的人很多。我们霞浦的一种方式去烹饪它，就把海乌公过完油，拿去跟韭菜花合在一起炒，口感非常酥脆，非常焦香。来我们这边基本上桌桌客人必点了。来早有，来晚就没了。如果你觉得海乌公这个名字听起来过于凶险，那么可以换一个称呼，沙蚕。其实它是无毒的，而且只吃素海藻。我这个炒的是我们这边做法是比较新颖的，在我们霞浦很多人来爆蛋来煎蛋。别以为海乌公看上去有些吓人，实际上它的肉质绵软细润，口感一级棒，尤其和韭菜花一起炒，吃起来香喷喷，一个个赞不绝口。霞浦呢就是有两种海鲜，一种呢就是养殖的，还有呢就是滩涂上的海鲜，野生的海鲜特别多，所以呢我们活的都基本上养在缸里，滩涂的野生的这一类呢野生的比较多。在霞浦，鲍鱼和海参也是夜市餐桌上的常客，这家的佛跳墙就是夜市里的招牌菜。佛跳墙呢现在在霞浦呢特别的流行，因为它主要的尊贵的食材都养在霞浦，价格不一样，但总体来讲在霞浦这个食材这个原料呢不会太贵，不像鲍鱼不像传说中的那么贵，在我们这边还好。那像小的这种鲍鱼大概价格
市场上卖多少钱呢？像这种很便宜啊，十几块钱一斤。哦，十几块钱一斤 啊对对对。哦，像这一种呢，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点。嗯，那现在也就是五六十块钱吧。哦，五六十块钱。对对、哦、对，也是一斤吗？一斤一斤。哦，那还真是。是。嗯。所以呢，在霞浦做佛跳墙，它有这些的优势，价格上的优势。佛跳墙通常选用鲍鱼、海参、鱼唇、牦牛皮椒、杏鲍菇、蹄筋、花菇、墨鱼、瑶柱、鹌鹑蛋等汇聚到一起，加入高汤和福建老酒，文火煨制而成，口感软嫩柔润，浓郁欢香，又荤而不腻，味中有味。在霞浦的大排档里，如果您觉得海鲜略感寡淡，那这家的蜜汁烧鹅可谓是宵夜啤酒的绝配。烧鹅色泽金红，甜香味美可口。您看啊，咱们霞浦啊，晚上九点过后就热闹起来了。是啊，反倒过了饭点人越来越多了哈。对，因为这个点啊，他们都出来吃宵夜了，是最具烟火气的一道风景线了。对，烧烤是一种治愈心灵的食物，夜市里的烧烤总是座无虚席。我们霞浦人一到夜里全部出来了，到处都是美女跟美食，海鲜是一级棒的。像他们家招牌小龙虾呀，还有那个也就是居的这个小青龙啊，味道都很好，都很赞。我是比较喜欢小龙虾，小龙虾，然后这个生蚝啊，这些我都是很喜欢。像这家店我们是经常来，然后像这个芝士居、小青龙啊，我们都是，他们之前很火的，就是高压锅能抽盲盒，比较刺激。今天秀静带我们来的这家烧烤店最大的特色就是进门就开盲锅。这个就是您自己喜欢哪一锅挑哪一锅，然后呢咱们三锅里面就有一锅的惊喜。随便选是吗？是的是的。多少钱一锅？现在一锅只要59.9嘛。哦，59.9。是的是的。随便挑是吗？对对对对。不到60元的海鲜锅里究竟有什么惊喜等着我们呢？你好，麻烦来了哈。现在就可以开是吗？是的，等它气放完了就直接开。哦，那有没有就知道了。对，看看我们今天的运气啊，很期待哦。哇，这么多，好多。哎，那我们这个算是中奖了吗？啊，咱们这个没算中奖，但是海鲜品种还是比较多的哈。那中奖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奖里头是有一只小青龙的。这叫泥锹。秀静不愧是海边长大的姑娘，轻松划起泥锹，和讨小海的大军们打成一片。我技巧了，刚才。螃蟹，我找到螃蟹了。直接抬起来，它不会咬了。难呀！啊，螃蟹，大螃蟹！啊！哇，螃蟹，大螃蟹！哇，好大的一只啊！啊，今天好有收获啊！呀，这是什么？海蛎鱼。海蛎鱼，跳鱼。把它洗干净，看一下。哇，这个是什么？海蛎鱼哎。海蛎鱼。
对，喜欢吃海蛎的，所以有海蛎的地方可能就会藏有这种鱼哦。哇，这里还有，两只了，两只了，抓到两只了。你看，哦，还会跑哎，跑不了了吧？你看，呀，好有收获，好有收获，太开心了，太开心了。晚上做一碗杂鱼，啥都有。在霞浦，前海滩涂面积有104万亩，兼有海洋和陆地的两个生态系统，有着丰富的物种资源，是介于海洋与陆地的隐形宝藏。哇，你看，哇塞，你看，还挺肥的，还挺肥的啊！你看，嗯，这个肉质特别洁白，是吧？嗯，一定好吃。那这个就是鲜甜的，对，非常鲜甜。你们都是打汤？对，做汤、煮面。看看，很有收获啊！嗯呀，这是什么呀？这螺。这什么螺呀？对呀、啊，这个螺都有大有小哎。对。哦，来我看一下。哦，丁螺就是丁螺，就是这个呗。这叫对，这个丁螺。哦，那这个呢？这个是海蛎螺。海蛎螺。哦，这是海蛎螺。它都是在这个岩石这边吗？对，岩石这边有。您过来捡了多长时间了？我刚到不久吧。刚到不久捡了这么多。是啊、哦。很有收获。厉害厉害厉害。潮起潮落，时间过得很快，秀静虽然意犹未尽，但怎奈潮水将赶海的人们都赶到了岸边。今天秀静的收获如何呢？完了。哇，哎呀，不要跑，这个好生猛啊，你看海蛎。啊，这是海蛎。海蛎，对，这个刚才长在那个竹竿上面的海蛎。嗯，啊，小淡菜。啊，这个就是小淡菜、啊。小淡菜。哦，小淡菜的颜色很漂亮、啊。对，这个色泽，啊，非常的翠绿。嗯、这条鱼是？这个是海蛎鱼，海蛎鱼。转下去。对，这个海蛎鱼。自己转下去。这几只全是海蛎鱼。啊，这都是海蛎鱼。对。今天这个花蛤个儿好大，好大个！啊，你太厉害了！你看，苦丁螺，苦丁螺，啊，今天这边礁石上也好多这个苦丁螺，我们晚上可以回家清蒸着吃。夜晚的霞浦热闹非凡。身穿霞浦畲族民族服装的畲族美女帅哥们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刚才我们跳的这一段啊，就是霞浦传统的畲族舞蹈迎宾舞。哦，怪不得这么热闹。对，非常的欢快，非常的热闹。对，畲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还有服饰，而且他们的美食也是很有特点的。哦，是吗？特别像药膳，还有畲族三宝都是非常出名的。三宝是什么？我带您到半月里畲族村寨去看一下，您就知道了。畲族三宝是畲族的传统美食之一，这三宝就是乌米饭、尖叶粽和糍粑。除了畲族三宝，畲族的青草药膳制作技艺也是一绝。青草药膳以防为主，强调未病先防，根据不同的调理需求，投放入不同的青草药与食材。做出的药膳味道浓郁，在夏季清热养生非常适宜。潮起潮落，霞光旖旎，在霞浦广袤的滩涂上，一排排林立的竹竿，一艘艘穿梭的渔船，汇成一幅美轮美奂的画面。霞浦的美景和美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慕名而来。鱼虾蟹贝形态各异，姿态万千，蒸煮油炸，盐焗炭烤，酸辣花椒，怎样保留海鲜烹饪的原汁原味？如何激发海鲜美食的奇妙口感？敬请收看消费主张。